準備好曬，把只馬入曬閘，黃旗舉高。好啦，呢步嘅時候咧，咁出得好齊噶，比較快先咁隊兩步咧，見到裏邊搶喎，綠色財富神奇隊長如風啊，第四位開邊跑上嚟咧，見到轉邊辣椒啦，五六位咁樣馬喺裏邊數出嚟咧，見到遙君小子金寶馬啦，咁啊夾住兩隻馬嘅，咁啊就係填滿嚇，俾人掉走二點咧，見到係佢哋揾到成道都係佢哋玩四五個馬喺度啫，轉緊呢個1200米運動長彎咧，如風直住內檔之地放出嚟咧，半個馬位守住二三位嗰啲馬咧，中間位置神奇隊長開邊跑上嚟，見到咧就係四號馬嗰筆咧，都跟得好似綠色財富嚟噶，咁啊過嚟馬後邊啦，咁亦都見到三隻馬喎，裏邊內欄數出嚟咧金寶。马啦，中间咧就摇滚小子开边蒜边辣椒啦，两只马后少少嘅填满啊，走二碟包尾，仲系嗰只马二号咧，就系揾到成到佢哋放同马都系八个马喺度啦。好啦，准备过呢个800米段处形势冇变过噶，一路抢头咧，里边内档就如风拍住开边轻帮嘅神奇队长啊，过嚟马位走二碟，见到咧就系绿色财富啦，哇，中间嘭嘭上紧上两只黄色眼罩摇滚小子啊，走三位嘅开边蒜边辣椒啊，拍住嗰只马咧，亦都见到金宝马腾腾地咯，上到尾位置开边咧就填满，中间上弯啲揾到成到嚟噶，好啦，转。紧500米弯啊，步速开始加快嘅，一路走开边埋栏呢就神奇队长，里边就如风嚟嘅，三小开边我当绿色财富啦，走开边就填满呢个时候发难啦，中间揾嗰位出嚟，依家摇滚小子啊，喺晒咩金宝马同埋咧蒜苗辣椒冲嚟麻麻地，到嚟最后200米路程啊，直住香港啦，今场发难咧就填满啦，带嚟两个马位，里边上咧就机冲刺就摇滚小子，三小嗰啲马咧如风咁散咗啦，揾到成都同埋咧绿色财富咧就进咗三四位，最后100米嘅时候啊，摇滚小子两步咧反先咧就填满过。终点时啊，摇滚狮子打斗再赢，跑到二名填满第三名，揾到胜到第四名就绿色财富。